学，请看法界菩萨的赞颂。他的赞颂内容是菩萨所修的十波罗蜜，偈颂总共有11首，前面一首啊是总数，后面10首颂呢，这是别数，每一首颂数一度，偈颂这个格式都是前一半前面两句呢是讲的修因，后面两句是说的德果。十波罗蜜也叫十度，我们通常讲6度，华严这里讲10度。这个十度的意思，这个十度之意，清凉大师在此地给我们做了一个详细的开始，这是平时我们很少看到的。实行实地，这一部经自始至终都会讲到。我们要问，菩萨的戒位50个位次，等觉我们不说，实行、实住、实行、实回向、实地。试问，这些菩萨怎么修行？我们细读华严就明了，就是修十波罗蜜。初性位的菩萨修布施，初住菩萨也修布施，初行位、初回向位、初地位，通通都修的布施。第二位的菩萨呢，像二信、二住、二行、二回向、二地，全是修的持戒。科目是一样的，里面的内容境界不相同，地位越高越殊胜。像我们在学校里面念书一样，你念国文，小学生也念国文，中学生也念国文，大学生也念国文，这个课程的名称相同，内容由浅深不相同，这个佛家里面讲啊，前身粗细，个个不相同这个地方必须要辨别。那么大师在此地给我们略微介绍，这个略微介绍呢，也分为10个段落。第一个段落先解释这个名称。名称，这里头有通有别，
譬如波罗蜜多，这是通。10个名词都有波罗蜜多。布施不同于持戒，持戒不同于忍辱。哦，这个就有别了。布施波罗蜜，持戒波罗蜜，忍辱波罗蜜，波罗蜜多是相同，前面两个字不同。名字里头啊，有通有别。在《唯识论》里面，为我们说明，波罗蜜多要具备哪些条件，才能称波罗蜜多？这个很重要啊！波罗蜜多，我们中国人把它翻成度。度众生的度，所以六波罗蜜多啊，也称为六度；十波罗蜜多呢，称为十度。这是中国人翻译的。那么六度跟十度，这个度啊，是要具足什么条件？清凉大师引《唯识论》里面讲，要具备七个条件。这七个条件呢，在法相宗里面叫做七最胜，七种啊最为殊胜。由此可知，我们修布施或者修持戒。与这七个殊胜相应，你是修的波罗蜜多啊，你是在修六度，在修十度。如果不具足这七个条件，那你只是布施，只是持戒忍辱，那个度那个字谈不上。啊，换一句话说。有布施，没有波罗蜜多；没有波罗蜜多啊，这个布施是修的世间福报啊。我们常讲啊，世间有漏的福报，果报出不了六道的范围。如果与这七最胜相应呢？这个修的叫功德啊，功德能了生死，出三界，出十法界。这不能不知道啊！七最胜里头，第一个是安住最胜。要安住在菩萨中心，一切众生种性不相同啊，像植物种子不一大豆是。大豆的种子，芝麻是芝麻的种子，种子不一样。在佛法里面，种性要安住在菩萨中心。换一句话说，不识二乘众生。不失圆觉中心，
不是人天种姓。那我们要问呢，种姓到底是什么？我们要怎样学习？种姓就是我们中国古人所讲的立志。佛法里面所讲的发心，人要没有智，你在这个一生当中啊，你就没有方向，你没有目标。换一句话说，你这一生呢，糊里糊涂过去了，你怎么会有成就呢？是处是法，凡是有成就的人，他一定是有立志，他有一个目标，有一个方向，他在这个一生当中。他认真努力，希望啊达到他的目标，这个人会成功的。只要他有决心、有毅力，永远不退转，这肯定有成就啊。所以，一个人善根深厚的人，会常常想到我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？我为什么来？这个念头啊，就是感。你有这个念头呢？必定有因，这个因就是有帮助你的人，有帮助你的鬼神。哪些人来应呢？跟他志同道合，或者是明显的帮助你，或者是暗中的帮助你，你会感动鬼神呢。有跟你同一个愿望的，同一种爱好的，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啊，他就来了。你没有目标，没有方向，佛菩萨想帮忙也帮不上。那么这个地方安住种心，真正发的大道心，我要做佛了。实在讲，这种人很少，学佛人当中也不常看见。我这一生当中。只有在六祖坛经上见到我非常佩服慧能到黄梅去参礼五祖，五祖问他：“你来干什么？”你来求什么的？他只有一句话。我来求做佛，我这一生没听人家讲过这句话了。他来求做佛的，
我们所接触的大众，所听到、所看到的，都是来问问佛法里面一些问题，或者是呢，求消灾免难。求福、求慧，求福的多，求慧的就少了。求做菩萨、做佛，没听说过啊。像慧能这样的人，就是安住菩萨中心。他不想做别的，就想做佛。我们有没有这个志气？真有这个志气，果然有这个志气，那你就是安住菩萨中心。做佛就要想到做佛的样子啊，像不像佛？佛要怎么做法呢？慧能大师求五祖教他了。我们今天找谁呢？我们今天找经典。经典里面教导我们，就是做佛的方法。做佛的理论，做佛的样子。这个样子就是境界。要像。第二呢，一指最深。你有了志愿，立了志，立志之后啊，你要想你的志愿在这一生当中圆满达成，你要依靠什么？这个是一生修学最主要的呀！你要依靠什么？依止最深，是叫我们要依止大菩提心。菩提心，马明起心论里面讲的，执心、身心、大悲心，不能刹那离开。念念呢？都与大菩提心相应。决定没有一刻忘记，忘记了妄摄菩提心，你菩提心忘掉菩提心忘掉，魔就来了。魔障就现前了。佛在《观无量寿经》跟我们讲菩提心，也是讲三个：至诚心、身心、回向发愿心。把经论合起来看，这个意思就很明显了。什么是执心呢？
真诚到极处啊，至诚心呢，就是这些。执心是菩提心之体，另外两种啊是菩提心的起用，有体有用。经论都讲身心。身心是至诚心的自受用，大悲心回向发愿心是菩提心的他受用，啊，是对人、对事、对物啊。什么叫做身心？古大德。在注解里面跟我们说，好善好德啊。那么《十善业道经》上所讲，教我们昼夜常念善法，思维善法，观察善法，这好善。那哪些是好德呢？我们说的十个字啊，就是大菩提心啊。真诚就是至诚心。清净平等正觉，就是。身心好善好德啊，后面一个慈悲，就是回向发愿心，就是大悲心啊。菩提心不好懂啊，佛说了三条。体有体，有自受用，有他受用。我把这个三条再化成五条，啊，每一条两个字。真诚是体，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自受用，慈悲、他受。自他不二，我们的心呢，要安住在这个地方，啊，要一直啊，安住在这个菩萨种性子，安住成佛，愿望要成佛，要证究竟圆满的佛果，啊，一生以这个为目标。以此为方向，勇猛精进，不疲不厌，啊，念念呢不离菩提心。一止最深，第三个意乐最深，意乐就是你说的喜爱，你的欢喜喜欢什么呢？慈悯一切有情，实在讲就是。菩提心里面，大悲心起用大悲心的起作用是
慈悲怜悯一切有情众生，这个有情众生包括九法界。九法界众生，这个里面有智慧、有福报的人很多，还需要我们怜悯吗？凡是怜悯，必定他还在受苦受难。没错。六道里面，包括六欲天王，色界大梵天王、摩西首罗天王，都在受苦受难呐。怎么做了天王了，还有什么苦难？无明没破，烦恼没断。色界、无色界，虽然有相当程度的定功，烦恼扶住了，没有断。无明还在起作用啊，他怎么不苦呢？四圣法界里面的众生，这是九法界里面的程度高的。他们见思烦恼断，尘沙烦恼也在逐渐逐渐断灭了，无明没断。所以从这个地方看呢，都是可怜悯者。他们这些人比起六道受的苦轻，只是对于宇宙的真相啊，我们讲宇宙人生真相，佛法的名词叫诸法实相。不能够明了通达，这是他们的苦处啊！所以七种殊胜里面，这个最胜里面，第三个易乐最胜。怜悯一切众生，我们就眼前来说，眼前我们住在这个地球上，这个地球是娑婆世界的欲界，设法界里面的人法界。我们生在这个时候，这个地区遇到了最坐卧的境界。佛在经上常说“五浊卧室”。浊是染污啊！现在这个时段，这个地区染污非常严重，严重到了极处了。我们一般讲啊，有史以来所未见的。几千年历史记载所没有过的呀，
然悟到这个程度。我是恶业，一切众生造十恶业，毫无忌惮。从前人造恶，还害怕，怕人家批评，怕被人家知道。现在造作一切恶业，公开的，甚至于唯恐你不知道。这是什么现象呢？许许多多宗教里面讲的世界末日啊，真的，这是末日之前的征兆啊！我相信末日啊，《古兰经》上常常看到的经文，信真主，信末日。我信他，我信真主，我信末日，急急乎乎真主末日，我们都看见了，接触到了。我们生在这个社会，这社会里面的众生，真的是可怜的。我们要有慈悯心，慈悲怜悯要做出最大的牺牲奉献。第四个。事业最深，这要具行一切事业。这一切事业是什么事业呢？教化众生的事业。帮助众生回头是岸，帮助众生明了因果报应的道理与事实。这是在现前社会里面，诸佛、如来、化身菩萨教化众生，第一个重要的课程。你看，印光大师，西方世界等觉菩萨。来实现的，他这一生当中，我们仔细观察他的事业，一言语。一文字，劝导一切社会大众，敦伦尽分。伦是伦常大道。顿时。老老实实，随顺
自然的大道。自然的秩序，随顺自然，回归自然，这个意思是，人道，什么是人道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。儒家把它归为五大类：夫妇、父子、兄弟、君臣、朋友。这是伦理呀，这是自然的秩序啊，天然的大道啊。这不是哪个人创造的，不是哪个人发明的。你说这个人发明的，你仔细观察，这个大道，畜生道里都有。最明显的，最普遍的。你看蚂蚁，你看蜜蜂，它有组织，它有尊卑少长之分，它怎么懂得嘛？如果在微密关照啊，所有的动物都有。我们才晓得，这个不是人发明的，不是人说的。佛家讲“法尔如是”啊，是自然而然的。所以才教人顿悟伦常。人人都能够遵守。人与人的关系处好了，啊，自自然然，互相尊敬，互相敬爱，互助合作，平等对待。和睦相处，他的果德，从小的讲，家和万事兴啊，社会祥和，天下太平，居住在这个地球上的人就有福了。伦常这种自然的规矩法则丢掉了，不要了，不讲了，随顺自己的烦恼欲望，毫无忌惮，这个社会就大乱了。社会这一动乱，天灾人祸就来了。天灾人祸从哪呢？你感召来的，这个果报很可怕了，全面毁灭的果报，人不知道反省。没有人教导他，他也不接受人的教导，所以
诸佛菩萨、善神离开了，走了。谁进来了？妖魔鬼怪都来了。你这个事情怎么会不麻烦？妖魔鬼怪来了，你还会有好日子过啊？他们来助长你的恶业。哎，你跟他接触，你还非常欢喜。你很容易接受他的调教，都造作恶业，这还得了吗？菩萨要挽救这些众生，所以无论从事哪一种事业。他的目的都是在做转移风俗，转移一切众生邪知邪见。菩萨做这个工作啊。众生最大的错误观念，贪而无厌。我们冷眼观察这个世界，我们周边一些熟悉的同学们。有在家的，有出家的，终日忙忙碌碌，从早到晚，早晨很早起来，晚上12点钟都不得睡觉，忙些什么呢？值不值得那么样繁忙呢？要仔细观察一下，冷静去想想，你就晓得不值得了。忙些什么？都忙着名闻利养，心里他不是安住在菩萨中心，他安住在患得患失。没有得到的，念念希求，要想得到，得到之后念念又恐惧，怕失掉。生活在这个里面呢，这个多苦啊，多可怜啊！他迷了，迷得太深了，迷得太重了。佛菩萨来帮助他，都回不了头。他不相信，他不接受。他所求的是什么呢？财色名食睡。求这个东西。佛在经上讲得这么清楚，讲得这么明白，这个五条。地狱五条根呢？你要真正是得到了，得到一条，就把你拖到地狱了。要五条都具足，那还得了啊？阿鼻地狱永不翻身呐！他不知道是佛菩萨种种的事业。从日常生活、穿衣吃饭、
到他所实现的一切作为，无一不是帮助众生觉悟，帮助众生醒悟过来。人，我到这个世间来，不是为名闻利养，不是为五欲六尘。看看释迦牟尼佛，最好的榜样。释迦牟尼佛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的？不贪图名位不想做国王啊，不贪图富贵，真的就是一桩事情，帮助人就。你们所需求的、所患得患失的，他全部放下。一个人在这个世间生活太容易了。谚语所谓的“日食三餐，夜眠六尺”，这个事情很容易解决啊。尤其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实现的，他日中一时，他不是日食三餐。三衣一钵，随遇而安。晚上走到哪里，找一棵大树底下，打个盹就可以了。休息一下，精神就恢复了。你一看他多自在，多么潇洒，过的是人的生活，心里没有忧虑，没有牵挂，心清净，身清净，生活环境清净，心转境界。不为万物所动，他过的就是正常生活。我们今天已经把自己忘掉了，随着妖魔鬼怪的旋律在乱舞。不知道什么是自己听凭外面环境来摆布啊！你说可怜不可怜？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实现一切事业，一个事业具足一切事业。那是什么事业？现在我们讲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，这个教学的内容包罗万象横遍十方，数穷三季。这叫一切事业上面两个字好，具行，具是具足他在这里行一切事业，所以你要不懂这具行一切事业怎么讲法，你就想想释迦牟尼佛一生。你想想，他是不是具行一切事业？
想想中国孔老夫子，想想这个世间所有宗教创教的这一位大德，他们都是能够具行一切事情。第五，巧辩最深，那就是讲的方法。帮助众生，戒引众生的方法无比殊胜呐！现在人讲的是高度的艺术，表现在哪里？生活，生活高度艺术，工作。也是高度艺术，集中跟大众往来，显示的高度艺术啊！经里面讲啊，要无相智之所摄受，高度的艺术是最高，也是我们讲。究竟圆满智慧的起用，你没有智慧，你谈不到艺术啊。所以它有五项智，五项智是利益一切相。这是真实智慧，利一切相，才能真正得一切相的受用。这个受用是正常的。着相的受用啊，受用不正常啊。那个受用啊，我们常常讲啊，得不偿失啊。为什么呢？付出的代价太大了。所以，正常的受用。一定与自然相应。我们想想，我们今天的受用不正常啊！科技虽然方便。我们享受着付出多少代价？再回想60年前、70年前，中国的农村，我是在农村出生长大的，农村里面那个生活，日出而作，日没而息。精神身体毫无负担的，那个生活是人的生活。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